你是我见过，卖招摇撞骗的能力吧？混的最差的，这不叫骗，这叫局。你懂什么是古董吗？<笑>古董这点事，你不一定有我擅长。既然有苗金蒜头瓶，老这么蹭，金会飞走，高级赝品。宋代胡天瑶剃花斗笠盏，气形青铜。乾隆青花云龙纹卷缸，乾隆寄来又胆瓶，穿戴显形罐，是壁图，真品，仿的。就这么情况？全队，干嘛呢你？找宝贝。这墨，别倒光。宰了！古曼也好，好嘲讽也罢。 我来就是要结束这一切。人活在世上，谁没个坎儿？你这手法八代单传，不咋地呀，还没传到我这儿。